妈摆提款机。小天、小强、万里，请恁吃糖啊！多谢上官。小乖，你哪有钱请阮食物件哈？这是用我的收费买的啊，足好诶，我拢无收费。你的收费敢真济？我妈逐礼拜拢会给我100块做收费。哇，足济！嗯。妈，你敢未要给我一寡收费？拜一的时阵，不是已经给你呀？无够啦！你逐礼拜才给我20块，根本什么都袂当买。20块嘛是钱呀、啊，你应该把20块欠起来，等你来欠够钱呀、啊，等于买家己介意的物件。嗯，要唔过小乖的妈妈，逐礼拜拢给伊100块呢。伊拢摕来买物件吃东欧，所以大家拢真介意伊。我唔是你的提款机啊啦，想要领偌济就领偌济哦。妈，给你的收费唔是用来买物件吃东欧吃物件，给你的收费就是20块。你卖在遐跟我出个话个，慢慢跟别人比较。差一点袂记啊，小天，你替我去超商交水费，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啊。哦。小天，你哪会在这？要做伙去公园打篮球不？哦，好啊！耶耶耶耶耶！我嘛是，就想要啉饮料的，也毋过我身躯无炸钱。无要紧，我请你。我嘛买。好啦。雨落遮尼大，人客拢走了啊。小天，真是啦、哦，来等啊！哎，今日生意足歹的，做一暗才赚300多块。哎呀，希望明仔载吼，莫阁落雨啊，人客才会较侪一点嘛，先收收的啦。哦。今仔日请大家啉饮料。开200多块，落水费的钱敢那剩食的。唉，今仔日生意足歹，做一案才赚300多块。这的钱是爸妈辛辛苦苦，真无简单才赚来的。我算假大方，把应该落水费的钱摕去请客，实在足无应该。这另外，咱还袂困啊？嗯。这个钱是从哪里来？这是你给我落水费的钱。我不是给你400块，你怎么剩这个啊？我拿去车东湖喝饮料啊。哎呀，你敢知道爸跟妈赚钱很辛苦的，要请客你也要看自己的能力啊。妈给你收费是希望你可以把它欠起来，等到急需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用。我知道。安尼即摆是安怎嘞？哦，真幸哩，剩的都对我以后的收费扣。无噶，啊，佮有利息啊。哈，利息？无唔对，以后你放学了后，就来面摊来斗三工，好好体会一下趁钱的辛苦。是，遵命。
咱做囡仔的，食穿带行牛路，拢是开大人的钱，所以将来拢袂心疼，佮感觉是应该的。要唔过，我看到爸爸妈妈辛苦卖命，才了解钱袂家己对天顶流落来，是爱真拍拼才会当赚到的。从今以后，我袂佮爸爸妈妈当作提款机，凊彩乱开钱啊！